这能上401高速吗？这不就是上401的了，这大路肯定是上401。这餐馆现在都不敢开了。哎，这边不管哈。咖啡，这什么咖啡店？这咖啡店还挺好。哦，这前面就上401了。不是说不买了吗？咱俩不是半个月不用出去买东西吗？哎，再半个月不用出去了。这回半个月不出去。出去见啥就想买啥呀？哎，有没有了？住没了。看看吧，这些东西都啥玩意儿？这都老外上超市的。这东西都贵，老外就卖东西就贵。这什么菜？速冻蔬菜，水饺，这就放冰箱里冻。这什么？这叫玉米热狗。冻我就觉得好玩。冻着苹果。给孩子烤吃吃，觉得好玩。冻着草莓。你咋又买这些草莓呢？虾仁。这个玉米苔，它这小虾仁挺好哈。这小虾仁包饺子。你买啥？你咋不说呢？这玩意儿是常吃的东西。这蘑菇挺好。蘑菇价，给大伙儿看看价格吧啊！这个蘑菇是6.95块一袋，这个豆角是5.95块，这个是7.95块，这速冻蔬菜啊。这个虾仁这是9.99块，10块一袋，买两袋，10块钱一袋。这个是鱼排，这个是炸呀烤都行。我就是烤吧，不炸，炸油的。这个是12.95块，这是啥蜂蜜呀、啊？5.95块。这是速食米饭，这是3块钱一个。这个是起司饺子，我就想好奇尝尝这起司饺子是什么味儿，不知道是炸还是烤。这等那个姑娘儿子他们回来问我，这苹果是2.99一磅，我看这小苹果挺好，这个头好，一个一对够吃，一买的大苹果一顿吃一个还吃不了。这个肠是多少钱我不知道，猴哥就好买这干巴肠了。就这些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多着的呢？这个是这是啥苹果冻苹果，9.95块。这个挺好，这苹果醋吧？嗯，苹果醋，苹果汁儿。好了，冻起来了吗？拿盆儿，我捞点酸菜。冰箱还满着呢，这倒一倒要放不下。这三文鱼这行。这。这留炖豆腐那个杆子，这些包不用。我不是说你啊，你瞅你整一些冻水果，这我吃好吃。这一大袋冻樱桃，这冻的啥玩意儿都是冻的，就买这些冻东西，就买一大袋子冻苹果。这回半个月不用出去了，
说半月葵，香蕉都没有了，半月葵哪天就出去。你看没什么烟头，先做点试试。灯冲下了也不是亮，也不怎么亮。